大家好，我是雅纪。今天我们来讲什么东西呢？今天没干什么，今天就是玩游戏。玩什么游戏呢？你们好期待哦，看一下吧。看着我。今天做的游戏是，我先把这个被子拿开啊。你看，我今天在床上穿的特别漂亮。你看，我的脚，你看。现在我们来玩抓鱼赛跑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始。哎，看，我不能。哎，好，你看吧。我们往这里赛跑吧，会，我是慢慢往前了呀，会，我可是没有作弊哦。第二个玩的是不玩了，但是我今天来看看我自己的东西。我来给这个东看个东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今天就打到这里，开玩笑的。明天我下次有个好朋友会来我家玩，你们应该有时会来吧，应该不会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下次再见啦，再见。